随着密集型水产及名贵观赏鱼养殖的需求与要求不断提升，业者面临的问题也越发突出。在气候环境变化、设备故障等突发因素的影响下，导致水质非常容易急剧恶化，引发养殖事故。台风、暴雨天气、停电、设备故障、水体恶化、变质，杉树智能水质监测系统可以为您解决此类问题。杉树智能水质监测系统配备科研级传感器，突破传统人工检测模式，实现自动化全方位12项水质指标，全天候24小时实时水质监测。设备安装使用便捷，组装通电后开机即可开启鱼池水质的实时监控。通过无线连接，我们可以在手机、平板等移动终端查看水质数据，无论是旅游还是出差，都可以随时随地了解鱼池状态。我们的监测系统不局限于为您提供当前的水质状况，还可以在出现问题或可能出现问题的情况下及时发出警告，让您第一时间跟进处理。同时，系统具备根据既定指令和设备进行自动化处理的功能，确保鱼只生长在最佳环境。历史养殖数据的收集与分析能让我们不断优化养殖方式，提升产量，提高质量，告别每天长时间的人工维护工作。您只需在固定周期对设备进行清洁与校准即可。无论是高端锦鲤观赏池还是大型密集水产养殖业，都能通过智能系统实现单个或多个鱼池管理，最大限度地减少人工维护成本。杉树智能水质监测系统专业定制，将为您带来全新的养殖体验及高效收益。